他不咬住他就飞走了。飞走了，对，老远，老远，好像不是他爸。小时候还是觉得前面两集的时候最可爱。对啊，看着小时候好可爱。不是啊，没有上去啊，上面不能上去。对。就是那个信箱口。我记得它是那比较下面。嗯。嗯。红起来了。我想说，这个是信件。即将要看到那个哈利波特在阁楼下的。你看我这边，这一张。你快拍一下。你看他睡一个地方好可怜啊，这么小一个地方。就是楼梯下面。好，那给人家看。好。然后这边，哇，你看，信件这样子。嗯。这样子吊起来。好，给我拍空景，空景，我拍空景。好，老公，来，我帮你拍，看我这里。好，给我拍拍空景。嗯，拉过去吧。接下来要上楼梯，你走快一点。好像往那个汽车那边过去就能到湖那边。这里也可以拍呀。对啊。走，上来。那边我们就不上去了哈。这边一个一个照。对对对，我是说你就过来，我们就选这张，那个我们就不上去了啊。好，来，看我这边，这里我每次大致上这样拍一下就好。下一张，我觉得你眼镜戴起来比较有那个 feel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好，看我这里，下一张。好，到那边那个乌龟和那个，你可以扶着它，看我这里，小心不要烫到哦。好。你这
好，走。你可以站在旁边，给他比个耶。好。走。他都比耶啊？没有啊。每一个都比耶啊？没有啊。从前面那边出去。还有双层巴士。对。就没了。对啊，那也没有说要四个小时，只是我们比较快。我们走比较快，它是使你慢慢参观、慢慢看的时候，你的速度就比较快一点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早了，是吗？我们还要去买东西。嗯，是。山顶。嗯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多。嗯？你说什么？一个小时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就我想站在那个车那边、啊、尾巴那里，然后还有那个电话亭。好。远照一张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正面欸。嗯，正面。你要投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这边来。这边。这样会挡到头。不会啊。不会吗？不会。有哈。嗯。Welcome to the Emergency Transport for the Stranded Witch or Wizard. 这有人在拍。走。我要拍啊。啊？你要拍哪个？在里面，在里面看不到，但是我帮你拍一张就好了。好。走。